娱乐圈的朋友，大家午安！很久没有来拍水族了，那我们今天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店家，这个品种也是我第一次来拍，那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品种，都有看过，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有在养，但没有来到专卖店过。今天邀请到彰化非常非常厉害的民间友人的友人。这是彰化珍宝水族的陈老板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今天要介绍品种，我带你们去看，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好，后面这里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非常有神秘感的七彩，那我们再走去后面看看，我们先大概来看一下，然后里面长什么样子。老板，这是客人可以进来？可以啊。哦，这也客人可以进来。陈老板好像没什么秘密的感觉。带大家来看一下充满神秘感的七彩神仙，那我们就请陈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陈哥第一次见面。第二，各位娱乐圈的观众大家好，我姓陈，我叫陈猛玉。那业界的朋友都怎么称呼你？看到叫猛哥、玉哥都可以啦，直接叫我珍宝也可以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叫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主题，就是七彩神仙嘛。介绍一下猛哥的七彩经历。开店18年，开店18年，但是养已经超过了啦。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猛哥来询问一下比较基础的东西啦。七彩神仙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它算是一个非常娇贵的鱼，也可以说是非常优雅的鱼。对，或者是说非常高贵的鱼，贵是重点。贵。不会啦，现在平价了。然后我觉得养它感觉难度蛮高的。那在这边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入手七彩，那要怎么去选择，或是要怎么去饲养，然后大概有什么预算之类的这样子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其实现在养七彩很简单啦，最主要你就是跟养一般的鱼都一样啊，我们只要你有良好的过滤系统就可以养。水呢，你就要除滤，跟养一般的鱼都是一样的啊。那像如果养七彩需要类似一个标准，比如说养金鱼，大多数人家建议差不多30-40以上，再来养。那你七彩部分，你有没有建议说，可能宽度要多少或高度要多少？我们建议大致上，你如果要养10多条的鱼，建议要200公升的水量啦，大概就30缸比较适合养啦。你说养几只？大概20条以内，大概就是200公升，一定要那么多就对了。对，你如果是2尺缸，可能就养个7-8条，你要100公升以内的水量也可以养啊，即使有过滤就可以养啊。因为现在其实变频马达蛮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那个水流可以超大。七彩部分它是适合快还是慢？七彩是比较适合于缓水流啦，你不可以像 K 一样赶快用冲诶，它当然会游得很不舒服啊。因为你要优雅，你就是水流要缓，它就优雅的游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所以说入手七彩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很高标啊，比如说我成马可不可以养？可以啊，我们都是用成马，也是成马，简单的上部、圆筒、外挂什么都可以养，对，只要环境好都可以养。我们刚刚有拍从小鱼，然后小中鱼，然后再中鱼，然后再大鱼。那在选购七彩的部分，你会怎么去建议客人一开始从小中大要怎么去做选择？这样子，这样子大概就是从三寸的鱼多大呢？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卫生杯、免洗杯的杯口那么大的鱼。这样子养你就会很好养。现在目前后面就是3寸，对，3寸、3寸半的鱼，新手来养就比较不会失败嘛。越小就越会失败，但是价格越低是没错啦。但是你买一堆小鱼养到来剩几只，也是比一只大的贵啊。哦，对啊，有那个育成率的问题。对啊，啊小鱼又没有颜色，大的时候3寸、3寸半有开始颜色跑出来，你可以选你喜欢的花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，是因为我刚刚看了蛮多种类的鱼嘛。对，那小鱼基本上看起来都像白鲳。对啊，就没有颜色啊。我不讲你也不晓得是什么品种。所以说，连你们这种专业的专家好了，这么小的鱼你也没办法去分辨说它未来是漂亮还是丑嘛。对啊，小时候你也看不懂它是什么鱼啊。有很多消费者也会来问我，老板这是什么鱼？啊，不是跟我买的，因为他就是买小时候没有发色的鱼，结果他养一养来问我什么鱼，也不是他这里出生的啦，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配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个杂交下去就很难去认定它到底是怎么配纯的，我们就很好分辨了。猛哥说到一个重点呢，就是
杂交。那其实七彩玩到现在已经蛮多种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七彩就是所有七彩都可以互相交配，所以会跑出很多种七彩。然后我们刚好看到三个始祖，七彩的始祖就是三种而已，大致分类中彩、绿彩、黑格尔，就这三种。经过大概五六十年了吧的改良，就造就成现在这么多。哦，七彩已经被玩五六十年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现在有花花草草都是人家改出来的。对，就是五六十年这样子变出来的。像这种品种，就是杂交的，讲难听点，它就必须要去做筛选。对，杂交就是说，比如你想要创造新品种嘛，那你就两种东西不一样的配看看，搞不好里面有很漂亮的个体出来，你再把它抓出来，再下去生，就慢慢把它纯化起来，这样其实就会跑出一个新的品种。你要讲这么机密就对了。没关系啊。养七彩的过程当中啊，需不需要三天换一次水，五天换一次水这样？其实养七彩就是不一定要每天焯水啦。为什么要每天焯水？你看你的鱼只密度啊，你如果200公升100只，当然是要每天换水啊。但是你如果20只，就不用每天换水啊。就是看鱼只密度，还有你的过滤系统好不好。你过滤系统好，3-4天换一次，一个礼拜换一次都没关系啊。大概也换个1/3就可以了啦。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七彩这样子在焯水啦，那对鱼也是很不好啊。所以不会因为它焯水，所以让它颜色会比较鲜艳？不会，焯水会褪色。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说养七彩干嘛放那一根棒棒？棒棒就是要让它生蛋的。那个棒子到底是谁设计的？怎么会设计的那么……就是从以前起来，人家就设计成这样，也可以用水管，酒瓶也可以。我们客人也是用酒瓶，也生得很高兴。其实不放也没关系，不放就生在墙壁上。其实我刚刚看那个大彩啊，因为我很怕去打扰到，就生小鱼跟照顾小鱼，这个就是鱼最脆弱的时候嘛。对，它的鱼开灯好像都不太会被影响。习惯就好了，多吃几次习惯它就不会吃了。哦，它的蛋会被吃掉？如果金虾它会吃小鱼啊，或吃蛋啊，但是应该大概都在店里都习惯了啦，他们都很习惯生活模式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七彩还蛮好玩的是，像我刚刚在拍成鱼啊，我在拍它孵蛋嘛，那孵蛋它会有在那边护蛋嘛，那另外一只就过来挡镜头。对对，所以你说这个鱼也蛮特别的，就像猛哥说的，它对镜头蛮敏感的。对啊，它都真的啦，你人给伊嘛是会给你夹，你手伸下去它就啄你了啦。七彩就是非常有母爱的一种鱼嘛，因为它会自己顾小鱼。比如来说，七彩就是这样子啊，一定要顾小鱼，你小鱼抓出来才好养。很少人直接把蛋拿起来养七彩的小鱼了，成功率很低啦，不要说没有啦，很少人这样做啦。大概都是直接让种鱼顾一顾之后，我们再抓起来养会比较好养。也是要麻烦鱼。媽媽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刚刚发现，我们影片当中会看到那个小鱼一直黏在妈妈身上或爸爸身上嘛，对对，它那个行为是在吃他们的黏液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吃它身上的黏液嘛，它身上有一些黏液有营养素，它就给它吃，吃一吃它就会长大。那其实有些人也说他会吃自己的小朋友，不要给他惊吓，大致上不会吃。刚刚我有问猛哥说，可不可以跟金鱼混养，或是跟其他鱼类混养？应该是说七彩是很温驯的鱼啦，只要你要混养的鱼不要太凶，基本上它都可以跟大家和平相处啊。所以你要金鱼、灯科鱼、中型鱼、龙鱼，就要看你的龙鱼凶不凶。龙鱼应该不适合跟任何鱼养在一起哦，真的、啊。除了跟永成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所以说，要混养的朋友也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可能会抓鱼回去混养金鱼。家里还剩2只金鱼，对，然后其他都已经高歌离席了，所以在想说要不要来混养一下？可以啊，会不会隔2天我就打电话给你说他有高歌离席？应该不会啦，七彩算是有水就会活的鱼啦。其实七彩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不容易挂掉。我刚刚看好像缸子里面都会有一个伴侣，是一枚道人，是不是？对，一枚道人，我们就是放在鱼缸里面，可以吃一些七彩的蚕儿。还是水里面有什么奇怪的虫，它会帮它吃掉，所以你七彩会变得很好养。有蚕儿就会污染水质啊，所以一枚道人就是负责吃七彩剩下的。那我们可以买一枚道人来缸子里面放吗？我们都放一枚道人啊，因为其实每个水族馆都有它自己管理水质的一个对妙招。我刚刚看到的细节在这里被你发现了。其实这个鱼通常不是重点，对，是清道夫的作用。以前我们养红鱼的时候是放在泰国鲫啊，一枚道人会被吃掉啊，泰国鲫跑比较快啊。对啊，一枚
没到人就是很乖啊，这在里面捡大家吃剩下的，也不会去啄鱼啦，重点在这里。不会啦。那其实我觉得观赏鱼就是这样子，刚刚也跟猛哥聊蛮多的，猛哥他的心态我觉得很棒的是，他就把自己的鱼照顾好。对啊，其实养七彩很简单的，所有鱼都一样啦，都要照顾啦，没有那个不用照顾的鱼啦。那如果要来珍宝买七彩，最初阶的便宜一点的，我准备多少钱买两只鱼？一只300块就有了，所以不是跟我想象中那么的贵，它也算是很蛮和谐的一只鱼，其实可以踊跃去尝试。对啦，贵不贵就是看你鱼的大小嘛，还有品种而定嘛。最近有一个感觉啦，就是说，请大家不要用价钱去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。我最近有在钓鱼。然后我钓的是那种，比如说一次去要1000块，跟一次去500块，那你会去哪一个？1000块跟500块，先去500块看看。先去500块。对啊，你拱戏。好，是这样的对吧？500块可能钓到鱼的机会比较少，它就是这样的对吧？对对对，可是1000块它里面的鱼会比较多，所以你钓到鱼的机会比较大，不是便宜就是好。就是说你到底是要什么享受，那当然你今天就只是想要看一只鱼在那边游下去，那我觉得那倒也不是什么价钱问题。可是如果就观赏鱼来说的话，讲简单难听点就是看爽，对吧？再来就是你看鱼先不要看价格，先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你喜欢全片型的还是有花纹的，喜欢红的蓝的白的，也不用跟着流行走，说现在流行什么你就养什么，养鱼就是要养自己喜欢的，不用去比价钱，不用去比外表，就是自己喜欢的。 对自己喜欢的，有可能现在比较普通的鱼种的颜色你就很喜欢，那你就养那个就好了。那就谢谢沈大哥给我们一个早上了，感谢。为了我们娱乐圈那个破例早起，昨天一点就睡觉了，我特别昨天还跟他讲说今天早点睡，对，一点就睡觉，因为水族业的暗工教，不要说全部啦，就大概有80%，店家有80%都是暗工教，越夜越美丽。对对对对，那个鱼就是上例外，鱼就是晚上看特别漂亮，我也都是晚上看鱼。那也希望说有机会再来陈大哥这边玩，然后你对七彩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兴趣，你可以在我们频道下方留言，我们再过来找陈大哥聊聊。好啊，因为今天不介绍品种啦，因为我自己是新手，我也没有彻底的去了解过什么是细节，就包括刚刚我看那个始祖三种类的，看起来很不起眼啊。不是，我看不出来它到底，对，就除了可能比较大只，然后比较小只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刚开始养七彩也是这样子，看不懂，看了好几个月还看不懂，所以我就不要再问这种品种细节问题，等我可能比较懂了之后，对，再来讨论。我们就直接养大家改良好的鱼就好了。对啊，今天推荐七彩给大家，就是蛮适合小型鱼缸，对，然后不要养多，对，不要养多，还有现在养干饲料就可以了。对，重点，最近鱼都会吃干饲料了，记得来珍宝买七彩，对，它的七彩会吃饲料，不会吃怎么办？不会吃就吃冷冻饲料，我想说老板示范，没有，真的会吃啊。各厂牌饲料都做得不错了。好了，如果你有七彩需求的，我推荐珍宝给大家来参考一下，因为毕竟专卖店，其实它整间真的就是七彩。对，我们只有七彩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类似小型的专卖店，因为水准会很高。它只靠一种鱼类在生活，它只靠一种鱼类在生活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就是说不要以价钱去看啦，我觉得宁愿去把预算提高一点，然后去让你养一只很棒的鱼，然后让你很喜欢，我觉得这才是重点。对了，今天谢谢陈大哥啦，那我们下次再来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就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次见哦。好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